的玩投玩疯，表现相当精彩。拉到右半边平飞球，在界内落地形成安打。李凯威一开赛就有好的表现，绕过一垒之后往二垒走，而且绕过二垒之后再往三垒冲，这是一个三垒安打。不是第一次来对到林兆恩，滑地瓜，这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内角球拉到左半边落地形成的安打，李凯威要回来得分，这是事实的安打，让龙队在一局下半先取得点，1-0。第二球没有坏球，这球拉回来打游击方向，林靖凯扑下来转身往二垒送，完成了封杀，但一垒这边是完全来不及，不过狮队这边至少抓到一个出局数哦。捞起来在中间方向深远的飞球，陈杰宪掌握住完成了接杀，不过这个距离应该是够了。三垒上的吉利吉拉要回来得分，龙队在一局下半已经攻得2分，2-0领先狮队。那对于这种年轻投手，就是要早早去攻略他哦，那不然等他站稳脚步之后，看着整个投球状况可能不是这么好攻击，那就赶快在前面的局数早点把他分数多打一点回来。对，趁年轻投手还没有 settle down， 还没有很稳定的时候，我先来个下马威了。那龙队今天做到了这件事，一局下半就拿下2分了。